我不想再猜测了，我想你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告诉我。是啊，有良辰，有美景，还有佳人。佳人，你是想把我当做家人？你想认我做妹妹？果然就像兰姐所说的，你一直都是把我当妹妹看的。阿奇，我想。你想什么？我想你应该早就已经明白我的心意了，是不是？我不想再猜测了，我想你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告诉我。是没有感受过来，要不然再来一次。我这一身风雪，为我这一身风雪。你是什么时候对我动心的？重要吗？重要啊，我想知道。记不清了。记不清了？嗯。我看你明显就是忘记了。那你呢？你是什么时候对我心动的？你记得吗？我当然记得了。什么时候？我不告诉你。以后只有你我二人的时候，叫我云芝吧。云芝。嗯。不行不行。太别扭了，我以后还是叫你四爷好不好？你想叫什么就叫什么。嗯。